昨天晚上是一直盯着的是吗？哎 ，Hello， 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是护花使者阿令。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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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周一成，你好。我没有想到梁老师会来当帮衬嘉宾，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去同台，真的觉得非常荣幸，而且也非常的激动。一成就是好帅，永远都是散发出这种美男子，就会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优雅。可以吗？你觉得？我现在目前还好，我只是怕我可能合音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我拉走，要不然就是你合的时候我可能会被你拉走。我觉得我们要必须再有一点多一点的默契。吉胡呢，就是好像弟弟一样，就是很亲切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跟吉胡唱这首歌，因为他是在讲男女之间的一些甜蜜分享的事情啊。阿妹，我应该叫阿姐。但是我觉得唱这首歌好像吃你豆腐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你自己更喜欢哪一首歌？其实两首歌都很喜欢。以歌曲的话，我觉得《绒花》会比较高分，但是如果是在表演上面的话，我觉得《婚事》会比较高分。我想对所有的选手们说，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把自己放大，梦想就会更大。吉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个性签名很深刻，很普通。你会一直记着他，就像他的作品一样，你可能听一遍，第二遍，第三遍，第四遍，第五遍，都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他的人也是一直这样子给我的感觉。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结束啊，新一季的开始，对，新一季的开始，对，真的不要忘记阿妹我。不会。然后就是真的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很期待你的新专辑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真的很佩服你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转化这个角度和我们的经历，对吧？因为你已经就是有很多成熟的，而且过往有很多很好的成绩，到这个点，我希望能够将来就是往前冲的时候。如果有机会走到你这个点，我一定会像你一样，你一定还是回归到自己的想去，再通过再去留下新的给自己的东西，也给喜欢音乐的人的东西。你也是，我们一定会再见，一定，很深刻，很普通，好，保持联系，很深刻，很普通。好，那你先休息啊，姐，我们将来一定联系。好，辛苦你了，谢谢，拜。问一问我们的护花使者阿令，听完之后感觉他们两队的表现如何？真的很享受，很开心，而且两个曲风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伯乐是有早就知道说你们要派谁吗？没有商量过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排序。刚刚两个人都故意表演了一下，其实都没改顺序，都没有改。跟我们昨天晚上的一模一样，我就觉得还是尊重音乐吧，因为我们这一组的音乐情绪就是这样下来的，而且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享受了，哎，找到了问题就挺好。